备受期待的2014 MBC 演唱会昨晚在北京鸟巢如期开唱。据演唱会开始前的发布会上， XO、 少女时代、 2PM、 SEEINBLUE、 MISSA 等16个韩国顶级天团提前亮相，这么强大的组合集体来华也是尚属首次。虽然雾霾的天气有点不给力，但似乎没有影响各家 idol 们的心情，此次行程稍有紧张，爱玩的欧尼们也不忘了工作之余轻松一下。哦，北京的경우리도좀먹고그리고만리장성도좀보러가고네여행다니고좋습니다。烤鸭虽好，但不要贪吃哦。少时忙着挤时间游玩，作为师弟的 XO 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吴亦凡、鹿晗的接连退团，让有着亚洲第一天团的组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团员们今后的发展也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话题。금요일밤에정말맹활약을하고있어요。네、여러분들많이사랑해주셨으면좋겠고요。그럼나머지우리멤버들은물론개인활동도하고있지만아직은단체무대위주로열심히준비하고있으니까여러분들많이기대해주셔도좋을것같습니다。네。爱奇娱乐北京报道。